好，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歌，这首歌是我每次表演的时候都很喜欢表演的一首歌，因为啊，我觉得我在表演的时候大家都一直看着我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没有跟观众互动啊，所以我现在要请大家，就是等下我一放下音乐的时候，你们跟着我一起打节奏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一，再一次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。然后呢，打节奏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副歌的时候有一个节奏叫做爱的鼓励，你们会吗？来来来，谁来示范？再次，来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吼嘿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我相信大小朋友都会，因为这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在用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等一下到副歌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吼嘿，对，好。那这首歌呢，就是爱的鼓励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配合我一起打节奏哦。